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别若共话是不难知之心
而有心故化诸法，心如是，心如空化是能化诸世界，不允许众生无法而不着。如心佛意而如佛众生然，因知佛于心即心皆无尽。若人知心，心不造诸世间，是人则见佛了佛真实性。心不住一生，生亦不住心，而能作佛是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果法界性，一切为心造持受喷染，尽心地无尽佛藏道此尊，南方世界永祥云，祥于华云，即华于宝云，宝云无数中为祥，为瑞变庄严，天人闻佛是何因，佛言地藏菩萨之三世如来同赞叹，十方菩萨共皈依我今所知善因缘真样地藏真功德，此因即善事救众生，手中金锡睁开地狱之门，掌上明珠光射大千世界，智慧引力吉祥云中为阎浮提，苦众生作大证明功德主，大悲大愿大神大慈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地藏菩萨本愿尽卷上道立天宫，神通遍地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道立天为母说法，而是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齐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我作二世间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要发各前世者闻讯世尊世世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方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有诸种种微妙之音，所谓檀波罗蜜、是波罗蜜、赞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诸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彼所托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意，
天龙鬼神以及高高丽天宫所谓是天王天高丽天虚炎摩天都率陀天化乐天大化自在天梵冲天梵福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金天无量金天遍尽天福生天福爱天光国天无相天无梵天无热天善现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悉受罗天乃至飞翔飞飞翔出天一切天中龙中鬼神等中悉来即回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庙家神周神夜神空神天神阴时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即回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耳目鬼王胆胁鬼王胆惊奇鬼王胆胎乱鬼王心病鬼王舌毒鬼王痴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金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即回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之菩萨摩诃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是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即回到他利天者如是说佛文殊师利拜佛云世尊若以我身离千劫色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不以佛眼观故有不尽数此皆是地藏菩萨求愿皆来以度当度为度以成就当成就为成就文殊师利拜佛言世尊我以过去就修善根正无碍之闻佛所言即当心所效果声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随闻如来真实之语彼怀疑惑舍是定舍为灭性般为愿世尊光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恨离何缘何能成就不思议是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所有草木丛林到马诸为善事为成以我一说作一合合一恒合沙一沙一切一切之内一成一切一切之内所及成熟经中未解地藏菩萨真实地国为以来前辈多于上于何广地藏菩萨在声闻彼之佛地文殊师利此菩萨为甚是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赞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才华各楼所起形象使人当得百番生于三世三帖永不堕而道闻说是地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皆现身为大藏者子时时有佛号曰世子分寻具足万恒如来十藏者子
见佛相好，见佛庄严，应闻彼佛作何恨缘，何得此相？是世子分寻具足往腾，如来高丈者子欲证此身，当须求愿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因发愿言：我今今未来即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与彼佛前立誓大愿，于今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劫，尚未菩萨由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世世有佛号曰觉华顶，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想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诸佛身头中所行具心，诸作我诸天为护，其母心邪常行三宝，世世圣女广设方便，全有其母灵身正解，而此女母为全身心不救命中魂身，躲在无间地狱，是婆罗门女子母在世不幸因果，即当随业必生恶趣，随买家宅广求香华，及诸工具以现佛大慈大心供养，坚决化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世中塑化为容，端严必备是婆罗门女，站立尊荣悲身敬仰，四字念也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摩斯后，当来问佛彼之处所是婆罗门女，水其良久沾莲如来，忽闻空中声曰：其者神女无知悲哀，我今是如魔之去处，婆罗门女而长相空而白口曰：是何神的观我有离，我自是魔以来，昼夜一连无处可闻，至目生皆是空中有神，在宝女夜我是如所站立着，过去觉华顶自在王如来，坚若一木被于长青众生之门，独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声语，具身自不知节节损，左右扶持两袖方束而白空曰：愿佛慈名诉说我魔身劫，我今生心将死不求，是觉华顶自在王如来，高声女也如供养彼唐朝反射，端坐四位我知名号，即当子母所生居住是婆罗门女，寻礼佛以其归其舍，以礼木骨端坐念觉华顶自在王如来，今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倒一海边，其水涌飞多处而受，今复贴身飞坐海上，东西之诸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而受，正去世但有见夜叉，其心各疑惑，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离人若见去足，罪人失禁恶手佛子破绝，头足相救，其心万类不甘，就是是婆罗门女，一念佛力故自然无惧，有一鬼王名曰无妒忌，手来迎百圣女也，善哉菩萨，何缘来此是婆罗门女，闻鬼王曰：
此时何处无多大业，此时大天为山西面地，中海神秘文月，我问题为之内地狱，在中世世是否无多大业，时有地狱神秘文月，我今云何得道与所无多大业，若非为神继续业力，非此而始终不能到神。你又问此水何源而来，用非多助罪人记忆而受无度大约，此时阎浮提早而众生心思之者，今世十九日后无人记事，为作功德就把苦难生死有无善意，当具本业所干地狱自然现独自海海东十万有寻悠悠一海，其国北是彼海之东悠悠一海，其国府北三野而已，之所召干公号也海，其出是野神女又问鬼王无度也，地狱何在无度大约，上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个可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度，两次有千百亿，无量苦神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末世来为救，不知恨神当知何去，鬼王问神女曰，菩萨之末在生息和长夜之地段曰，我末邪见机会三宝舍，我真心悬游不尽，是水日前为之神主所度大业，菩萨之末心是何等神女，当曰我父我母居婆罗门中，富豪是罗山仙，蒙豪曰地利无度和长期，菩萨曰愿生者却翻本出无知，有一辈莲月地利罪女生天以来，仅仅三日云成孝顺，此子为母舍公修福，不是却花定自在，在往如来他是非为菩萨之末得脱地狱，因是无间罪人，即日悉得受了具同生起，鬼王眼闭合张了腿，婆罗门女心如梦归，无此事一便于却花钉子，在往如来他乡之间，离红是远远，我今为未来皆因有罪苦众生，广舍方便施礼解脱，佛告文殊师利，是鬼王无度者当今才受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是本身即为平地而二十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以不可量不可说无量化身，其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记载道理天宫，以如来神力故可以方便与诸得解脱，从业到处这一个有千万亿，哪有他数供之香化来供养佛，彼诸同来登悲皆因地藏菩萨教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等救援皆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一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缘故，各获果证即知道理，心怀踊跃瞻仰如来，莫不赞舍二十世尊，如今舍彼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以不可量不